爱吃韩式料理的朋友，你们有口福啦！正宗韩式海鲜锅料也是给到很多港，位于 Victoria Street 的 Jinju Korean Dining and Soju Bar， 能吃韩国餐，也能跟朋友喝上一杯chill一chill。推出了3到5人份的 Jinju Set Platter 套餐，里面有很多好料，烤肉有炒大葱的，也有辣味的，绝对能够刺激你的味蕾。你可以直接这样吃，或者是将肉搭配跟生菜一起吃，清爽不腻。用石锅滚煮的金鸡汤，新鲜滚热辣实在烫，捧上桌时还冒着烟，里面还有韩式泡面，翻上翻下的海鲜煎饼，煎到有点焦脆，鸡翅膀甜甜辣辣，还会撒上芝麻，用手直接吃就是爽，内馅饱满的煎饺，蘸酱就会更好了。6种各式各样的韩式小菜，你都能无限任吃。你也可以单叫其他的料理。这款辣味五花肉会先煎到上色，然后再剪成小小块，一口接一口，完全不能 stop， 相当不错。减肥明天再说。韩式海鲜锅，海鲜控绝对不能错过。满满蟹膏的花蟹，看了就是流口水。汤头带一点微辣，很够味。鲜虾、蛤蜊、大章鱼，还有扇贝和生蚝汀，再来个韩式泡面就 perfect 啦。分量真的很充足，还有冬粉、冷面和生蚝，也是很多人 order， 要来这里喝上一杯 relax 一下，啤酒、soju都有哦，赶紧约上朋友来这里吃好料啦。